房，报名热线电话0731-8528888，转505。各位好，欢迎各位今天的光临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里就是由朵云女士首席冠名播出的大型竞技节目，大家一起上。这100位勇士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各位好，我是李锐。哎，那么其实今天呢，每一期的节目呢，我们都会迎来不同的特色选手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是挺吸引我们大家注意的。哎。都非常想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长处。我们的选手每一个人都有特色。对。随便用手一抓就可以抓得出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对，来抓一下。我觉得这儿有一个稀奇的。哎，这都晚上了，你还戴什么墨镜啊？因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所以我必须得戴墨镜。来自哪？我来自四川，四川的，人家家里，但我不是四川人。干什么工作？流浪艺。旁边有一把吉他，是，那就给我们这个弹两首吧，好不好？现场的观众能不能跟我一起互相动啊？来点掌声，好不好 ？1、2、3、Go！ 我的热情，我好像一把火。哈，燃烧了整个的沙漠。啦啦啦，有了我呀，现在还有可爱的瑞哥。大家一起上，哈，我也一起上。今天晚上我有勇气，我能冲冠成功。我们还有更雷人的人，谁呀？对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两位雷人的人请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就是一请出来，大家就觉得一定会雷公、雷母。来，掌声有请雷公、雷母。大爷、大爷、大妈，欢迎你来到大家一起上啊！大家一起上来。今天那个很开心，我们又来了这边。其实我们早就想来了，但是海涛一直说他怕输，他不敢。不过真的，我还是有点替你们担心。你们怎么最后怎么决定又来了呢？没，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动力，动力就来在于我们出了本书。我跟你讲，叫《木土日金》。我跟各位来郑重做一个推荐，这个真的是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品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他们的新书《木土日记》。恭喜！希望我们这个新书能大卖。说实话，如果今天真的输了怎么办？你看又带一本书来，然后好像跟这个书字有点……哎，别这么说。每个游戏我们都来参加，然后就每个游戏都感受一下。哎，马上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关。好，釜底抽薪。我们的100位勇士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各就各位，预备。一起上！哇！哇，太厉害了！上！哇！海涛哥哥成功了吗？那吴昕姐姐成功了吗？哇，还有人在说错。